知道观世音菩萨大大小小的啊那些事情，只要人间有苦，观世音菩萨就来救度啊！真的，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事情在梦中啊，你叫了观世音菩萨，菩萨马上也到啊！真的，嗯。是的，师傅、啊。真的，观世音菩萨真的太可爱了，嗯。